大家好，我是陈妍希。其实我从小到大，我爱玩，可是其实都不会偏离轨道太远，就是还是乖小孩了。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，我人生中我做最 crazy 的一件事情，其实就是进入了演艺圈，就是一个我真的我从小到大没有想过，其实我会是进演艺圈变成一个艺人的。我现在生活开心啊，我觉得虽然说，比如说当演员不是我最初的梦想，可是也是一步一步越来越喜欢，然后越来越爱。我的工作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，我觉得那个是很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哎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生活我是开心的。